杭州市有所建筑企业存在设备落后问题，各个企业普遍使用一次原料、二次原料的使用率比较低。例如，二七四炼铜厂的矿渣中含有30%的铁、6%到8%的锌、1%的铅、铜等其他金属，因此对有色金属产品进行深加工是杭州市的有色金属行业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2000年，金铜产量39万吨，铅20万吨，锌26万吨，未加工的铝120万吨，金1万公斤，银89万公斤，2014年的产量，金铜26万吨，铅7万吨，锌29万吨，未加工的铝148万吨，金2万公斤，银八十八万公斤。关于发展有色金属行业。